佛子谛听，面对众生苦境，莫忘论果报。佛教徒有时候看到别人身体出问题，或家庭状况不好，或面临一些困境，很容易就随口一句话，这就是他年轻时杀生杀太多，这就是他以前如何如何，所以现在才会这样。你们看，他这就是报应，因果不虚啊。有情众生的因缘果报极其微细，其实只有佛陀才有办法完全清楚。而佛陀告诉我们的是，造杀生的因，这份业如果够强大，未来就会照感三恶道的总报。如果业力没那么强大，或者三恶道果报受完后，纵然投生为人，也容易有多病短命的余报。杀生如此，其他如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，都各自有相应的果报。而果报要成熟，都必须要缘分具足。这辈子造业，可能今生就受报、现报，也可能下一生受报、生报，也可能未来的某一生才报、后报。当我们看到亲戚朋友左邻右舍，乃至隔壁村庄的志明春娇怎么了，我们很容易就跟他年轻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做连接，并且很笃定地这样认为。实际上，佛陀只是告诉我们，什么业因会感的什么果报，如果能不造这些业因，未来果报就会越来越安乐清净。因果虽然互相映射，但是这当中到底是哪一份因导致哪一份果，十法界中只有佛陀看得最清楚。纵然有神通的天人凡夫、罗汉圣贤，都不一定能完全说得准确。人一生的命运跟他的个性、处事态度固然脱离不了关系，也大致上有迹可循。然而面对众生的苦果，我们能做的应该是升起悲悯心，并且借此自我警惕，谨慎因果，不忘造业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一味武断认定，甚至当其主簿判官，劈头就帮对方判罪。如此只是让别人受苦时，在佛教中看不到希望，让他雪上加霜，更加灰心而已。